我问你，我哥追你，你到底为什么不同意？是不是觉得他追你追得不够努力？要几分才能考虑他？几分？你不知道啊？我哥对喜欢这件事儿是分等级的，有10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看对眼缘，看对眼缘就5分喜欢，6分喜欢就是准备行动，7分喜欢就是想吻你，8分喜欢就是对你有冲动，9分喜欢就是想直接跟你结婚。你们就不好奇吗？还有10分呢，10分问我呀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用说了。干嘛去啊？那麻烦你了，您把定位发给我一下，我们现在过去。嗯，好。这也就是咱们唐家大小姐厉害呀，让时光影业一把手二把手给她当马夫小弟。干嘛呀？这么看着我，看上我了？这么深情？开门！你干嘛去？不是去接唐婷婷吗？
去了不知道有多少醉鬼呢，一辆车不够。啊，你开这个。哦，我还寻思着能顺便玩会儿呢，你让我当司机去。你这个人。还能再喝一点点，韩心，还可以再喝，再开。你醉得太快了吧，韩心。昨天沈飞跟我说，说你不答应我哥哥的原因，是因为让你帮他追过明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这个原因。你换位想一下呀，如果是你的霍哥哥让你追别的女生，你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废弃，然后给那个喜欢的左一个勾拳，右一个勾拳。哎呦，好了，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再抱他的头，再抱他的头。我是怎么得罪二位姑奶奶了？坐好 KTV, 坐好了。你过来接一下。再抱他的狗头，再抱他的狗头。范丁丁。我是不是跟你说我少喝酒，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吗？哎，你长得好像我哥。你，是。哎呦，我肯定产生幻觉了。这个人好眼熟啊！我刚说他坏话，他就来了。刚说他坏话就出现了。我刚才看到的是他呀。为什么你都不懂我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我有多难受？你个大混蛋！哎，唐鑫，我送他回家。没关系，走了。他住我隔壁，我送他就好。唐玉，大猪头，就是个大猪头。唐玉就是个大猪头。陶总，丁丁在里边，去送他回家。好嘞。大猪头，什么也不是。大柱子，小心一点。我送你回家。他说他是假的。